对不对？好剑！啊，主人，兄台，又见面了。我是来教你的。哦，太子这话的意思是不想对我客气。嗯，也是，客气是礼，不客气才是情。师父，求您收我为徒。你走不走？喂，你干啥？哇，阿虚你好狠心呐！难不成将我一个人扔在荒郊野外？你身边还缺人伺候？哪儿还有人管我呀？阿香一心去找小女婿，嫌我麻烦，便将我赶下船。我信你。哎呦，阿香其实是恼我不顾惜自己身子，彻夜运功吹箫，才将我赶下船的。哦，我现在就觉得丹田隐痛，难不成真的伤了元气？阿旭，你就让我搭一程便车吧。嗯，然洛，你长三万水师，万不可折在此处。原来殿下心尖尖上的人是我呀！你当着闹事只有我们二人吗？要人！该死，那纸人入化的冥香是醉生梦死。你怕血？笑死人了！喝了汤。什么？糖，甜的。周子舒，你骗人！我告诉我娘去。娘。